给大家试一下水轮网在水里的状态。这个珠子它刚开始下气的时候，它珠子里面还有空气，它下不去，看到没有，它是浮上来的，它是浮上来的，但是我们摇晃一下啊，它就下去了。它在水里泡上一两分钟，它也会下去的，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珠子会浮起来啊，浮不起来的，它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空气。这个是水库啊，水库。看一下水轮网多长时间爆开，现在的水温应该还有，大概应该是在24-25度左右，应该是有，但是也感觉不出来。这个时间有点长哦。水库里面啊，这是水涨上来了，这里是南盘江，它会涨水，它会退水。两分钟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状态怎么样？两分钟啊，你看这种状态在水里怎么样？